秦老师属于那种比较内秀的人。来，三号房间，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男的女的？嘿嘿，男的。八角亭剧组有你吗？您参加了八角亭剧组吗？对，我可以问一下。不是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是演员吗？您是演员吗？非常好的问题。是演员，也是你哥们儿，你是我的同班同学吗？电影学院的。同校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矮我几班？哟，比你早，老前辈。你蒙一个吧。李彦军。李彦军，好。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毕彦军老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5 4 3 2 1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这是谁呀？大哥呀！哎呀！我得跑过来给你先敬个礼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就没想到，哎，我真没想到啊。